站上山江，谁买卖为山？挨是挨得多，恰欢迎了一波。我有没样子啊？他的一个好老婆，本人也有娘，是我爹娘生我心的儿，向我举起王室所金，夫妻结婚即在回镇生育，这些不言，是我贤弟，他的血官发放更多，但愿他以后得中一官本级，光耀门庭。向我美丽在外面做生意，做一中朋友相约，叫我远方谋一。这一天气景和，不免接着娘子出来向你家属，娘子哪里？来了来了，天不变来地不变，可叹世界没尽缘，好福没有好气配，唉，到家家败臭男人，老来文寿真，食材丈夫家务。夫妻不知有何事商议，来到堂前，是我方要见个夫君，夫君在上位，岂有礼？娘子不要见礼。夫君，这个为妻前来，有何家事商议？叫你到堂前，不为别事，只是我们以外边做生意，所以朋友相约，有我远方贸易。故而叫的娘子出来相依家子。还有夫君呐、你在家中永远有几碗粥米杂饭，何必去外面？哎呀，受尽了风霜之苦哦。娘子学哪里话来？自古常言道得好，坐吃山有空，不与交警一问。此番我要到外面去，不过是一年半载，我即刻回来。哎，你既然要去，你起晚记得八月十五那一天呐、要回来为我上月啊！好好好，哪个资源？来来来，昔日不遇窗日，今日乃是黄道吉日，待为妻玉立军威，贴黄旗的衣裳，三十银子，你好个老真鹏飞，端杯美酒启程呐！又老了。
那我就稍微了，你慢点走啊，稍微父爱你怎么年组长的钱回来了，知道了这下就好了呢。Bye.
房的，男子要转籍呢，除非开房的，女子要转籍呢，相亲大炮局。在下，我叫丁小二，娘是牙不打，一生无关爱，别的受你没学的，单单开了一所小小的房的斗日，上个都开了张，下个都过打白。其实停车上照地方这个环卫大少客人进来用方便先生起码烧架将我的客人大少起来了。来是一束莲花，不免进去解暑一宵。喂，店家，店家！来了！门外有人叫，想必有鬼在打，
是在地门桥。哦，你是一位老板的。哎，来来来来，哎，请进，请进。有请。哎，来来来来，哎，到我店里坐，坐咯。好。哎呀，客官呐，到不知道我店里来有什么样的吩咐啊？观看时辰不到，请儿到你店中前来，由于解暑一宵。哦，到我店里前来是接受一碗咯。不错。哦，那好那好，哎，那你就随我到一间清净的房子进去了。见面应喽，跟我来。
可是我弟弟啊，今天他在书房没有，等我侄儿细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呦，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啊！我家小弟啊，正在书房里面发疯跟头，我不免了敲门。喂，小弟，开门，开门呢！来了啊！门外有人叫，像是大嫂到，等我将门打开。哎呦，我家新弟啊！哎呀呀呀，等我赶快进个门去，我来随手把这个门户关好。大嫂，你来这我书房之内，将这门户进门。有所不必，还是打开门的为好。哎呦，小弟，嫂嫂今天书房来呀，关着门，准备那打开门要好啊，免得把人关之不雅呀。嫂嫂，今天来到我的书房子内，不知有何教训呐？小弟，一般大作。小弟呀、啊。今日你嫂嫂前来会为别事，所以你家哥哥去外做起生意，整整光彩有余，不在家中。哎，我今日一人在书房读书啊，好冷清。嫂嫂我特来陪你，我是来陪你陪你读书的嘞。哎呀，嫂嫂。你就哪里发来，现在不在家中，你来是御牛之宝，今来为不与我读书，这有所不便呐。哎呦，我的小弟弟耶，Thank you.
为哥哥将我来带，哥哥带我送进庙里，什么的喜欢都是黄呀，老为混混的玩你那去，早是打来我是笑，笑的一来到你那去，只不上你那大过人来，心脏啊胆子啊大嫂，你今天来在书房，
不要再是胡言乱语，别的事情嘛都可以答应，只是这件事么万万不可。哎呀小嫂子嘞，嫂子我今天来呀，你也不要我打很低声咯，你答应我会回，我绝对会回，绝对会去的。哎呀嫂嫂，你不要胡言乱语，还是与我赶快去去就为好。哎呀我你个小嫂子嘞，小姐我有一瓶红茶，别的事情
来这个虚晃虎言乱语，你还是给我赶快走。哪一段？你不但不答应我，而且还要我走。你要我走啊，那我就偏偏不得走。走走，两个你们走上来。到底走与不走？哼，我不走。那你今天又把我怎么样呢？那就休怪小弟，我对你不住。看心脏不在家中，你来到这虚房子中，你心脏回来呀，他就我调戏于你，到时候他拿我到公堂之上，大嫂你。答应不得，你看我家心脏出门在外，我有大嫂二人在家，今天来到我虚房子的，他三番两次调戏我，要我与他成就那桩好事，我不答应与他，他说我今天在虚房子中调戏他，这心脏回来了，把我带到公堂之上，到那时。我交警房我也洗不清这个么小嫂嫂今天还是答应你为好啊大嫂既然心脏不在家中你要与我争那桩好事那我只好答应你一次来来来来来
讲，一个早早起，请坐吧。思想家中事，时常挂在心。病人言有良，喜欢吃别娘子到外面来做生意。眼观八月十五就要来到，不便辞别店家，回家中街去探望一番。店家哪里？哎，来的来的来的。客官啊，只要茶，只要水喽。不是的。观看我来归里已久，有一回家中前去看望家人。哦，还是要有回去看望娘子哦。不错。那好那好啊。那你我实际上这个拿碗装钱。铁棍呐，你毛是这么到我店里来啊。好。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啦。既然如此，我就少回了。不一声。少回了。Oh,
早起，我下乡里，看见一位大嫂就刚拔起，他这大嫂左手夹蓝衣，他寻手晃晃一轮鸡，这轮鸡有大根鸡，那爆发鸡还有小母鸡，我一见就心欢喜，啊，快的就掏出一把米，一下就撒到那个烟沟里，啊，各种鸡呀，去夹米，我顺手抓到这个芦花鸡，一下逮到这个裤裆里，个芦花鸡，他来得起，他不服气。四个人抓，四个人走，啊，大鸡抓小鸡，啊，大鸡就走小鸡，叫得我小鸡就拨给他鼻，那大嫂一见就来给他气，大骂几声偷鸡爹，我一见放给他脏，我心里有急，踩他一块西瓜皮，一个就搬到那粪蛋里，啊，粪蛋里呀，臭死个人呐，真是个气。那边来的两个就当差的，把我拖得就到县衙里，县太爷一见就来给他气，大骂一声那狗日的。过大的棍子就拨给他鼻，打得我的屁股就歇兮兮，我正经好不偷鸡，当撇个屋里就去收衣，收大衣送到了当铺里，换大银子去买鸡，去买鸡。我李光天压了这四个灶啊，搁到屋里娘了，这也年糕老卖，像我家道病哈，每日到了站盖子上，小偷小摸为生。这八月十五将近呐，我屋里什么都没得，嘿嘿，我不免呐自骗母亲，到了大盖子上，就是个样一偷，嘿嘿，偷的银子。我这人呐，过个八月十五，新华小学后堂有请母亲。慢了。姥姥照你上，唉，不知收起了。老身看是起下数声一儿去面李官厅，放在听物儿相亲，不足为妙无事。儿，这个母亲有理呀、啊。儿啊，不要紧的，你今日听得母亲出来。有何事情呐、啊？娘嘞，过八月十五就到的了。你看我屋里了什么都没得，我要到那个站盖子上来去做点个生意啊。儿啊，家道贫寒，你到外面进去走走，就讲走走，那是做什么生意哦？哎呀，你看了，撇不干那就养活崽呀，饿了就养活个娘呐。做生意是讲功法，好听的呢。哎，要是干个的走走，别个听到你做几个就打死的去嘞。我要讲官话，走走要讲做生意是吗？啊，对的啊。儿啊，啊，娘交代你，你到外面走走就走走。屋里有钱的发财的你就独头的，嗯，若是那贫穷的没有的你就不要头。晓得的娘的，能够的话就干得有道理了啊。你要是今天运气好偷到有钱或是偷到有的东西，到街上去卖点好东西回来给娘吃。好了，我特地啊买点好绿帽把着那个戴喽。儿啊，是羽毛。哦，羽毛啊，哎，到了冬天那个的，买个帽子戴着就暖和得多，那个不叫它喊绿帽啊。哦，这也是功夫。是的，娘子，那个就到下头去休息噻。儿啊，哎，外面进去独家小心，莫被别人捉到了。要是捉到了。娘就你一个儿子，那就没得靠哦。哦，那个莫讲的莫讲的，越干就越离谱了。我真的没骗我做到的，那个还靠什么呢啊？
娘是交代你小心一点。好嘞，娘嘞，让那个就下去啊。儿子啊，你要早点回来。好了，我偷到钱了就晓得回来，嘿嘿。刀走者啊，走者还要讲角色啊，包里包起的个走者啊，弄都不晓得，走到别个屋里去啊，挖到古代的灯，何人何乱就走进去啊，做彻底是角色，拿把刀就来切，切得他走几节。我就说这个老角色，我会走这，我手里拿一点铁，走到别个屋里去，见横军我吊张啊，见头军我吊几节，首先各种买卖就开不得，先把各种酒啊伸进去，看看有没得，做这的是角色，他拿把刀来切。切脱的国家酒，我打起白板还照样去走车，去走车。我等到歪歪毛，这才叫生杂毛。这个半个月的车啊，别个坐个我半个月。哎呀，到底过来来的？哎呀，到底一个年金子的，嗯。不明就是这个娘亲，这个小子气要得走啊！前来行去，来自一宿两流，我们今去两流休息一会。哎呀，门外有几户不声响了，像是来的客人。哎，啊，来来看，哎呀，毛姐，毛姐，哎呀，啊，来来来来来，哎，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啊！不分大小，与我同坐。哎，走走走，哎呀。不晓得哪来的一个姑爷的矮子怪，哦，我看，哎呀，就好像认识你了啊！哪个？你认识我？大米蛋，我看着你就好面熟，我认得你，认得你。你认识我？那我也不认得你呀、啊。嗯，哦，你，哎呀，你认得我，我又不奇怪了。我认得你就要得的了。你认得我？你讲我家住哪里？哦，哎，你是哦，你是那个马屁兄弟。哎，家住乃是华容县。哦，华容县，你是华容县哪个村庄呢？啊？是哪个村庄呢？严家村。对，严家村，对，我晓得的是严家村的，严家村的。那你晓得我是严家村？你晓得我叫什么啊？哦，你叫你叫年有娘。啊，对，我早就认识叫年有娘啊，是不？不错，嗯，你晓得我叫年有娘，我来问你高姓大名，什么职业啊？我啊，实不相瞒，我也是做生意的啦。哦，你也是做生意买卖的啊？对。前方呢，我就到门外头做生意，你晓得啦？我赚的有300两银子，回到家中了。我家中呢还有个老娘，我老娘呢贱得很，她在她屋里干呢，让我到站盖子上帮她扯到好衣裤。你看我屋里贱得哦，贱得在屋里啊，六面通风呢。像是这四面通风，你的屋啊就叫四面通风了。哎。
我跟你干那的也不晓得了，前一米后一米上一米下一米、哎、你这个人呐、啊，那地底下他有这么样通风啊，可他地底下不通风啊，我屋里的老鼠是多了，他住在大暗小洞，怎么不通风呢是吧？可他屋上面的有个盖瓦啊，不就更加通风了是吧？好好好，那就留面通风吧。啊，你看我咯，转的钱呢就没得地方放不，我就压是像你个样啊，背在你的身上，也是合理呀，合理呀，也是可以背的啦。好了，他那个站杆子上呢，就把那个拐子那个小偷把我的钱呢卷到偷光的，我们骂那个偷我钱的那拐子那个车子上人百子千孙嘞。哎呀，你这个人呐、啊，偷了你的钱。应该骂他绝子短孙，怎么是百子千孙啊？我是掉的钱做急啦。好，我见你也是一个正好老戏之人，来，是否我在外面挣了几百两银子？几百两银子啊？不错。啊，刚好我两个是熟人，现在世道丑，拐子强都不晓得几多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嗯，哎，你个再生干了，我就干不着。等下子走去个，现在不是四道拐子江道和你讲话，你都不认得嘞。哦，拐子江道难道有什么江山不得么？当然啦，这个眼睛叫姑姑，不是江道便是贼姑啊。那个眼睛姑姑，不是江道便是贼姑啊？对对对对对，是。你看到我做什么？我看见你这个眼睛也是鼓起鼓起，难道你是江道啊？我那就不是的了，我这个眼睛鼓得不动的呢，我是有一点假看，对了，这个病眼睛就是这个样子啦。哦，你是得了一个病了啊？对对对，你买嘞，你再看相不？他说他胡子翘翘，不是拐子便是江道。哦，胡子翘翘，不是拐子便是江道。嗯，哎呀。我看你那胡子啊，翘起翘起，莫非你是江道啊？哎，那我就不是江道了。他拐子的胡子翘都不想动，他翘的来是很卷卷的。你看我啦，我这个胡子翘起是往下翘的啦，这叫礼貌胡子。哦，你真是礼貌胡子啊？嗯，对对对对对。好，来来来，我看我这里有点银子。你随便拿去，哎，不要嘞，哎，不要，不要嘞！嘴巴说不要不要，把我修把仙子发请跑的喽！你给我的还不要我一包吧？我看时候不早，我就要下围了。哎，那就慢点走啊！下围了，哎，慢点走，下围。哎，慢点走，慢点走。我等下到他屋里去。哎呀，你看我的客官呢，好大方哦！我东家西家呢，他就给了我20两银子。哼哼，光看他呀，还有几百两银子。想出来走到这边的路，今天晚上睡得，我就把他家里给偷个精光，对，跟着他后头偷进去。嗯，嘿嘿，我不免跟着他后面行。甩满脚步往前走，我到他家的偷光他屋里偷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来了，
经过大嫂有礼。哎呦，嫂子们不要给你敬什么礼了。哎，大嫂，今天8月15，遇见我的哥哥没有在家，只有你我两个在家。来，便是我听嫂嫂唱的那个小洋琴小调，唱得蛮好。今天你不免唱上一曲哦，那我抽抽酒兴，岂不是更好么？哎呦，嫂嫂哎，要得要得，嫂嫂酒菜已经都摆好了。今天呢，我们两个来一个合唱，好与不好啊？好，一边喝酒一边唱小调。那好，我们就一边唱起来呀！唱起来哟！哦快叫
本堂行来行去，乃是自家门前，待我叫门，喂，娘子开门呐！哎呀，小弟啊，你听门外好像有人在叫嘞，你别多声了，让我来问。乃是你夫君回来了。啊！我不得了嘞！哥，是你们的哥哥回来的嘞。嫂嫂，这与我说好。你不要生气啊！这个妹妹，你不得了，有人听不见，你少讲。凡是碰到我那个院里下，躲一下啊！啊！就是你那站底下躲一下。哎呦！好，赶快躲起来，赶快躲起来！快点喽，小姐，帮他躲起来就是的啊！哎呀，我把我小姐躲在外面了，我不免欢欢喜喜的，是来迎接我的丈夫也就是了。来，我把门打开。娘子，我回来了。夫君回来了，那就快快请进嘛。好好，有请了。哎，请坐，请坐啦。好。娘子啊。观看吃饭别你外面捡去，你看这了几百两银子，你拿下去好好保存啊。哎呀，多谢夫君，多谢夫君。你看这个死矮子，这个烂矮子，样子又没得，咱这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呢？老娘我不要你。哎呀呀，你看我不在家中，我家老婆一个人在家，因何在桌台上面有双杯双筷呀？哦，我都明白了，莫非他在家中私通情人不成？啊，娘子，哎，来了来了，夫君呐，有没有什么事啦？我来问你，家中几个人吃饭呐？你不在家中。嫂嫂在书房读书，那当然是我一个人噻。哦，你一个人在家，你看这桌台之上，一会有双杯双筷。哎呀，夫哎，你看喽、哦，他真的看得出来吧？有毛很大，桌台上双杯双筷被他发出来。咦，要得要得，我不免了就吃个饭。让他猜不着。哎呀，父亲嘞，你不要着急啦，坐在上双杯双筷呀，我告诉你咯，你铁家之事啊，外面做生意我学到啊，你八月十五被我回了家算月的这句话你讲了啦。哦，这句话倒是讲过了。讲过了啊，我十三的晚上别家有个门，学到文世珍呐，你不要像丈夫的，你家丈夫十四日他就不得回来，十五日啊一定进屋嘞。我听到啊就相当的高兴，我到街上呐买点好酒好菜，等到丈夫回来等应等落。这难道为什么还有什么他意不忍呐？哦。现在是为夫的多心了，错怪于你了。那娘子，你就不要记在心上。好，既如此，你认了错，夫妻之间那就算了。今天是中秋佳节，你和两个婆来喝两杯，上个月啊，一些要的还是要不得啊？好，
那就有老娘子了。来来来，夫君饮酒。有的。来饮酒啊，我来敬你三杯。好，你们的夫妻为谁当老？有老娘子了。来，夫君你我第一杯。一杯酒茶呢？好酒。喂，来来来，茶第一杯了。好酒，三杯了。有了，还啥的呢？有了，还饮的呢？不要了，酒醉了吧？不要了。嫂嫂，遇见我这行长回来了，那我到徐凡去了。好好好，小周你就放你走啊、哦、好好。哎呀，小弟走的那我就放心了。俺有娘啊，俺有娘，天大有路你不走，地无门你死斗鱼，哈哈，今天呢你就晓得老娘的厉害了。家里的仆，哼，让月来的手指都知道，叫我家丈夫就这而死，啊，就这样，太平无事了啊！哎呀，不得了嘞！你看喽、哦，我连我的丈夫一回来呀，就死疙瘩了，毛都没笑的。我不免了，用口水打你眼的水。
四媳妇啊，你哭哭啼啼说我也活过啊。三伯伯，你有你家子吗？我家丈夫你家的侄儿从外面做生意回来，不差的两杯酒，真是的三伯伯，我有得了啊。你在人家呢？你家侄儿家酒真是的嘞。我也不是娘嘞，你这么大的年纪都没事，我家丈夫那样年轻都是哪大的呀、啊、像你丈夫现在70了，我来问你，他也是你的小弟，他知不知道啊？三妹妹，我家小弟在书房读书，他不晓得呢。你赶快把小弟喊出来，当我交代于他。是的咯，等我叫来。哎，小弟爷，你快点来咯。来了，嫂嫂叫一声，但丈心有急。哦，经过三伯父。哦，这你来了。三伯父，我来了。今天我要和三伯父举酒莫名。你为何故啊？哎呀，你哪里知道，你的心脏从外面谋生意回家，赌起了两杯酒，就酒醺心肺死了啊！你在真假？死了！哎呀，不好！你心在一时，不来撩你就是。三伯父，你见我家心脏一时，你要帮他撩理他的后事啊！晓得。三伯伯，你赶快告诉你的侄儿，商量把我丈夫后事安葬好也就是了。晓得，没得办法。待我看安排后事啊！死得好，死得好！恰黄客，恰黄客！
住下，住下。哦，来来来，把他抬起来，抬起来。大人，这太重，我们搬不动啊。哦，好，找一个来问一问，快去快去。好像见过大人。哦，罢了罢了，我来问你，这本是哪一个的？啊，这本是严有亮的。哦，他是怎么死的？哎呦，大人你不要讲了，他家有一个媳妇啊，不贤惠，他的死因呢不明喽。哦，原来如此，好，下去吧。是。来来来，大人叫文士来见。是。哎呀，只怕是个在屋里。哎，门上哪位在呀？来了来了，门外有人叫，不是哪一个的？推开门来看。哦哟，我倒是谁？原来是一个裁缝的事。什么事啊？哎，你是不是银有两两的妻子啊？名叫文氏守贞呐？是的。好，你随我一同到坟上边上去，我老爷有事要问你啊。既如此，差哥，那你就前面待喽啊。随我来哟。名字？我名叫做文守贞。文守贞。是啊。这个新婚的你实在是你什么人呐、啊？但是我的丈夫也有娘啊。你丈夫俺有娘？你丈夫什么病症死的啊？病大人，我家丈夫外面做生意回来，多喝两两杯酒。就急心肺而死哦。病后请哪个医生看过病？我家丈夫死得匆忙，来不及请医治疗。没有请医疗治么？没有没有。我来问你，你与你丈夫是有银成配，还是真银栽培呢？我一世二十为母，娶回了也有两位妻呀、啊。
臣在。本心法医的丈夫死因不明，我要开光你勒死。哎呀，七爸，大人，你要开光你死不难，又是杂七上宫前来，我闻说真寓意之罪，我有杂七什么上宫，那你又兵怎样啊？好，杂去伤风，你自愿要指责，没杂去伤风么？本心无杀毛胆胆，后续哪一位品？你敢与本心击掌为好？击掌为好？好啊！
与我抗银是的呀。怎么阿爷十年银子在此。哼，文寿镇在本心敢在出关于你这了银子十两，请来陪请。嘿，你这个官哪个要你的银子啊？青天白日撕开坟墓，怪罪好人，狗狗哪个狗官叫我来骂你？文寿镇慢走。哎，有话好说嘛，好商量，君来好商量嘛。哎，他去了。
经去世之后，献祭登基，国泰民安，马放鞍上，今已招桥一队人来，与我起轿。与我举轿，人来哟，把郎叫真带与轿见讲话。是。翻开跑的大，否让厉害你，小女子叩见王爷亲随。哦，原来是一名妇，我来问你是口授还是自装？我来是自装。成了双来是这位名妇在，你先回家见去，本官为你做主。叩谢王爷起身，请起身。人来哟，起到回府。人来哟，只有卷票一张，你的马玉龙之先上堂。请法院之前马一人，王爷群一声，但真心有情，下官这个王爷亲身亲身亲亲身当当之间，在你撕开命官，执法犯法，该当何罪？哦，王爷起身哪里知道，相我外官以来，周广亲征，安民于治，报效朝廷，今我心东万丈抗粮不掉，我带领真阳去往东湾庄车辆，绕过赢家坟山金科，浮云狂风失去飞沙走石，将本心的焦点垂落于你有两的兴奋之上，结果两国亚语台词不登，贵不像你有两行云过，贵开光一时没有察觉什么伤痕，尸体腐烂臭味不可闻，反问王爷你我走失满床，放开一息何命之恩？哦，因为了这桩此事，本王看你做官清廉，安民于治，观看你撕开命官，放张傻之贼，你做事还是满床流血，今天失罪灭了，何罪浪逃，本王命以百亿之内抓起你严家周凤银行，抓得清清楚楚，本王上京奏命万岁，给你官上加官，有咋子不听，娘罪归你先退下，先王爷不张之恩。外观难哦，人来哟，当时如何？当时如何？与我退堂。
听谁讲话，信来信去，来世是光阴啊。闻听光阴安神灵灵音，求财得财，求智得智，想不明进去，大哥请心，问问吉星也是好的。哪位师傅在呀？奶娘，福门不上锁，只有白云横，聘礼飞鸟，再在暗淡雪花为你，刚在门外有诗句大家，待我取得府地看过明白。哦，原来是位小师傅有礼。不要紧，你我来问你，你今日来到南方，当不知有何事啊？我闻听光阴啊神灵灵音，我今特来打一根清心呐、既云如此，那好，我不免去累正几股。有老师傅。家庄俊长好，庄主庄友，没有察觉什么问题，他是往山里行。这山里面我从来没有去过，对，
法爷两庭四机，我不免就往山下一走，此去稍陪了。慢走。
有理。不要听你，这位先生只听说讲话，你再次叫门，不知道有何事情呢、啊？老婆娘哪里知道，相母是云芳人士，来在此地走寿衣，听说讲话，进屋相称，口无力的，过来到贵庄想接受一下，放完老婆娘行过放的。哦，又是这样吗？先生啊，常言道，出门不带家，你既然无缺锦袜，要在我寒手接受一下。只要你不嫌弃我家冒盆进了，无赖不敢进，那你就请进吧。哦，有老婆娘心得。先生，来来来，这盘请坐。老婆娘，我来问你，你家中几口人吃饭了？我家中两口人吃饭。哦，你换一个什么人呢？换有一个就是我的儿子，名叫李光庭。哦，你母亲的人相依为命，你看你家中这等病哈，你儿子走什么职业为生？先生，你要问这个吗？先生，我问你，你是哪关人士？哦，我是守行人士，姓王名贵，叫做王贵，周镇三代军人康祥受命，我在这一带做生意，过听说讲话，进屋相称，毫无理的，过到贵庄前来接受，还完老伯娘这等行贿，上神有信哦。哦，原来是运化人士，那我就辞印相告。不要紧，运化人不管进去的形式，有什么话当讲无妨。先生啊，实不相瞒，只因姥姥去世，故自相依为命，家道贫寒，我儿每日在外面小头小目，目子都日哦。哦，原来如此，估计不错。几行七刀些，这乃是迫不得已而才走的。先生，你是经过失明的人，金时光这话也言之在理。你看我只讲话，你少坐，我去给你倒一杯茶来。老婆娘不要客气。来，先生请茶。有老婆娘。基于如此，你是运化人士，专门给人家看相说命，光看时候不照料，我不耽搁你的休息，你不妨就在隔壁的厢房之内，今晚就委屈居上一晚。伯娘，我见你这样行贿，我也是一个运化人士，在这一带送命，没有个地方安身，我想把你为干娘，在这做生意，在你家落脚也好啊。哎，先生学哪里话来？我家道贫寒，你又是跑江湖之人，我怕是高攀不上，又是你的秘密哟、哦。哪里话来？哪里话来？干娘在上，
请升我为一班。你打你打我开门呐、妹开门呐、门外哪个在叫门呐、想是你小弟回来了，带我来开门。儿啊，你回来了。娘老子那个在屋里跟哪个干活那个闹半天不开门呢？哦，你就是小弟吧？你哎，慢点慢点慢点，梁老子过来了。什么事啊？难怪这老半天不开门。哎，杨老师死得早啊，你和那个老东西在这搞起搞吧，搞么东西啊？哎呀，你这个东民鬼呀，前几年年轻时候还没有照顾惯，现在我大把年纪，离体育离的近，还有什么名堂儿啊？你认错了。人家是运换人士，听说一话到我们行市来接受一下，请为娘请回，拜不为你母儿啊，他就是你的姑姑了。哦，是我的姑姑啊，讲也没讲清楚，赶快进去见个姑姑。嘿嘿，见个姑姑，见个姑姑。哎，不行不行，哎，娘老子快去杀到鸡上。哦，随便扔的菜就是了。要了要了，娘老子快点杀鸡，明天呢、我偷几杯来吃羊的。哦，你心里再吃少做满地血汗，为娘你下去杀鸡去了。不用不用，随便随便搞的菜就行了。要得要得喽，你毛得了，明天我到山上去炖一下，要好多有好多。哎来来来来，走了走了走了。好、哦、哈哈，心里一起疼重。哎，走走走走走走。刚问现在呢，高兴待命呢。嚯、哦，你母亲已经与我学得清清楚楚啊，你要看过相不啦？你住在唐街，走上七步路，我与你说上一说。哦。要走七步路，你就晓得啊。好了好了，来了，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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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八了八了，小弟啊，我刚才见你在黄镇行了，前前后镇，将心病后服，而今我要年丧父，抽酒为斋。应当禀马三四更名比较，想必有王老之分咯。啊就配哟，你晓得看相呢，我看你是敲冤枉吧。我刚才听到你讲我姚老子死得早，是我的娘告诉你的，你讲我三四有官老之分，你晓不晓得我是搞么子楼的？你母亲告诉我了，你是家贫妻盗心，迫不得已才走的哦。对呀，我就是走这的。哎，你讲我的走这的有功劳之分呐、啊？啊，我把早点呢，喊我走到这不就完吧？哎呀，兄弟啊，当初宣布梁山有个事情，已经也是个小偷出身呐。后来朝廷为老，不也有了官老之分么？我说的没错吧？哎哈。杨德，你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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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估计你应当平嘛，三是比喻过人，有官楼之分，余为昏人，必有刑期，将有光复苦相咯。哎，你莫讲了莫讲了啊，你讲就给他套档去啊，我就有气。好了，你这个的做啥子了？我就拿到灯去把你看啊。好好，哎，现在呢，这个东西你认得吧？这呢是一个小木棒，又有回音呐。哎，
那我一干这个疫情呢、啊、你就莫和别个讲了啊、哦、哎过来是院法人不管进去的形式你有什么话当学无烦恼告诉你了就是今年八月十四的那一天呢、啊、我到外面去走走走了两点经过你猜我碰到哪个啊你碰到一个什么人呢、啊、我碰到的那个严家庄的严有亮啊慢来是哪一天呢、啊、八月十四那一天呢八月十四那一天你碰到严有亮小的讲哎我在两点遇到那个严有亮我东讲西讲了那个案子的那满袋花送了个二十两银子给我我看他有好多的钱你晓得吧我走这里眼光暗看行不走了我就跟了到他屋里去那先走到他那个屋门口啊他靠着不停的门都没得人开门后来啊他老婆把这门一打开我走这里人了眼睛手快就一钻就钻在那个砖底下他嘞就搞些什么酒啦把这男人掐啊就煮一杯有一杯啊把这男人就给我整了把他扶到了这个砖上过了一会儿他进了巴掌的时候呀爬了三下整到那个屋里的那个烂鬼子里头就钻出个人来的嘞出来一个什么人啊就是那个银有亮的老弟啦哦是他的小弟、啊、对对对对对好那个老弟啊一下就吓呆的嘞他说呀嫂子我家哥哥回来了我要走的哪个银有亮的老婆哦他叫文氏寿贞他说你想走啊、嗯你是愿意走战斗夫妻还是走动斗夫妻啦？他就讲了，哎，可是走战斗夫妻怎样了？动斗夫妻又怎样呢？他就讲了，你愿意走战斗夫妻呢？我们两个就想个办法把你哥哥告死。这个是动斗夫妻啊，我喊你哥哥想了，叫你吊血于我，拿到那个跟单子上砸你板子，剁你胳棍，要把你有死无生。哇！一个徐包子就吓得要死了。他说：“好好好，这斩了夫妻，斩斩越斩就越好。”你猜呀、啊？他想了什么办法了？想了个什么办法？我啊，我一丝都没想得到了。他从这屋上拿下来的拔沙的杆子，两头削尖，从他丈夫的屁眼里打进去，都行到了，你闪都拧不出嘞。只把出来的把沙杆子斩的可他斩子也均不过弯不大坨的又不仅仅掉到这地上你看到我紧紧把头一闻我就进去给他把沙杆子我就跑了好了一跑进来呢给他把沙杆子一放在屋里我每天看到给他等一下我就怕你还干我讨老婆啊我看到给他等一下我一丝都不想讨胆去哪里就把什么看得准那么看得准哦，小弟啊，你不要把文世尊这个魔夫就吓破了你啊！天下的富人家都是行贿的，这样的魔夫也是极少的嘛。你不要害怕，我来看你这魔棍是什么东西。哎，小弟啊，啊，这小魔棒魔之不得，我君在江湖上。一来看守说明二来会施暴这来是暴魔哦这魔棒斩不过五老成长哦打不过小子都打哦你拿到场外贩卖哦至少都卖一百两银子啊百两银子什么你拿去买得起来哦我卖的百两银子哇我不相信呐、啊，小弟啊哦哦说的说的掐几颗掐几颗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周边提下无兴趣得来几副非功夫好过运不错来人呐、啊、有没有人到长开去慢慢查看今有个人在那里卖魔棒斩不过五老成
大不如小指头，你要养多少银金都给他，甚至要把那个人扔到衙门里来，本老爷真正有啥？怎么样？快去走哎！买棍子啊！啊，对对对对对。哎，你这根棍子啊，要多少斤呢、啊？哦，这根棍子啊，对，你给拆了的。啊！哎呀，伙计，你这个口也开得太大了吧？那要整整一百两银子，要一百两银子？你晓不晓得这是什么棍了、啊？我是个什么棍啊？要有百两银子啊？我啊，告诉你，我是黄当魔，长三寸，虚三寸，我是个黄山金根的，不是宝啊！你不要把等下就矛盾了。哎，伙计，我和老爷讲的这种棍子啊，就是这一根呢、啊。你给我不明想个办法，把它分到根当上再学。各位老伙计啊，刚才呀、啊，我的伙计银子带了不走，只有九十两。哦，九十两呐？啊，九十九两我都不得卖。哎，伙计，是个人的好不好？这个银子呢，你就带到身上；本子呢，你也拿到手上。我这个记名上开了个房地，你在我店子里去啊，我请你下房。再来不着你给他十两银子，要得不？哎，要得，可以，那我就给你给了。好，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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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那伙计，今天走了。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嘿嘿，金毛老爷，命令的进去，卖棍子人可准拿刀。启禀老爷。向我伙计已把个在买棍子的、啊、带到根堂之外，叫他进来。怎么？进来。靠近老爷，抬起头来。你看我是谁呀？不干人呢？大胆人来，保你无证。哦。哎呀，我没看错吧？你就是昨天晚上在我屋里啊，说八字的那个算命先生吧？好意你，好意你哈！李广庭在，我来问你，昨晚上在你家中讲的那些话，宇宙也有两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老兄嘞，这个事啊，我看得一清二楚，绝无半点反应。好。那我今天要你随我到东边王府进去与我作证，你可去啊？那我就不得去了。你怎么不去呢？真是个人帮忙不？我是走这的，你晓得？我在走这的，被抓到那个天底下的人全都晓得了。我一出门呐、啊，就会被打死去嘞。这可不难，只要你做了证。以后再也不会要走去走车了，
我在那里走过，你叫谁着我当差，包你母子二人我们保周日如何啊？哦，我不做这的，我和我娘老子都有饭吃的，哪样的啦？那我跟你去作证。你叫这个魔棍拿着只手，哈，来，哦，我这里有提拔一张，叫文收证，你有文。提到东边王府说话的时候，怎么了，小弟？哎，你随我往东王府走哦。请花翁是所见，告花翁之前马云龙撕开命官放张傻之贼，我嫌他不而已之内早前眼家作风一昂，已经不而已一门再次稍后。马子行长马一人今个晚你请说请说，请请说，贵县请请。谢王爷，贵县呐，本王命你不二日之内查清严家祖坟，如今查得怎么样呐？托王爷亲身的吩咐，下官将事案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已将案证人全部带到王府门外，等王爷发落。哦，我听您恩师报恩进去，你才高把刀，今日把此案重新一番，现在本王前来听听。就在你负责将此案呈上一番。与你看看，不错。哎呀，王爷起身，人外在此，下官岂敢班门弄斧？哎，我既然叫你醒来，你就大胆的醒来。嚯，王爷起身是要考考学生。那就恭敬不如臣民，大哦，吉普生恩堂，与我提问收成，提问收成，
之罪。大人，我何罪之有啊？你将玉壶私吞来的，谋害情妇陈氏招来的吗？欲有不允呐、王法不循呐、请。七大大人，你说我私吞我家内的，谋害情妇，我来问你，你有何为证呐、这可不难，来，群里广听，经过刑场，李广听，来，这一盘是王爷亲赏在此，三请进礼。王爷亲赏呀？哎呀，我上看下看到哪里亲赏了？我这都是六十岁不？经过王爷六十岁有礼。王爷千岁乃是一个情妇哦，乃是一个情妇，嘿嘿，假也没假情，我以为他有情色的最多六十岁，那就经过王爷情色有礼，明谢过。李广听，来，王爷情色在此，你将文寿镇私吞落地，冒害情妇陈斗到位，曾经妈妈的学生一批，那王一听乐听，好倒是好啊，那我就要搞个贼了。王爷亲生，恁那个爹输给我的当归，冇输给我的当归啊，我话就讲不出；你冇输当归啊，我一句话都讲不出。好，就输了你的当归。我就坐下来啊！放过弟弟，不要弄了啊！晓得，启禀亲身知道了，我叫李广听，知道了。哦，知道了，那我回去了，我吃饭去了。你到哪里去？我回去了，他说他晓得的，他是知道你的名字，你讲那个案子的事。曾经妈妈的讲一批哦，他是晓得我的名字的，我以为我讲的嘛，讲了他就晓得的嘞，那我就不用讲的了。好，启禀王爷亲赏啊，像八月十四那一天，我到外面去走走，寻到这个娘亲经过，遇到个林家庄的林有娘啊，哪晓得我东讲西讲，那个林相公呢，他满大发。这么四两银子，我看到他身上背的银子有好多，我贪心不走嘞，我就跟着他一同回到他的家中，拉下这个银有两了在门嘛，就是个人嘣嘣嘣靠着波体毛的人来开门，后来呀他们的老婆把门一打开，你看我是走这几步，我眼睛就快，我就跟你一中。李广听，你又装什么东西啊？嘿嘿嘿，我是小眼子的，我一装就装到个砖底下，哪晓得他呀欢欢喜喜见到他们的男人呢，用酒将他男人棺材扶到个砖上，他用我的手的这个样啪啪啪拍到伤害，过的时候就是那个鬼子里头装进了哑老根。你猜是哪个？哪一个啊？就是那个银有两的老弟叫林有文，搞到出来的吓得全身发抖，他说，哎呀嫂嫂，我家哥哥回来了，我娘我的那个死了走不正的，哇想不到文氏嫂子就不要你了，他好乖嘞，他说啊，你呀是想做丈夫妻还是做东夫妻，他说丈夫妻我是搞了，东夫妻我是搞的，搞到堂哥就不要你了，他说如果做丈夫妻，我老吴娘上有一个那个八沙岗，把那个两头血亲从那屁眼里打进去，我叫他有死无生，该他亲他是杀起好毒啊，他毒方案还受卷子拉他手，他说你要娘那天盘有了你不走，跳无门他头一脚上的卷子一打，就从那屁眼里打进去，哇这个八沙岗是长有长，还是那个簪子变得弯了，有半截八沙杆子毛打进去，
跌到个地下，我在那断掉下来，黑都可能往哪里去呢？我的银子也没偷到，我进去个巴掌个子我就跑了，进去个巴掌个子我就跑得回来的。嘿嘿，王爷，你不相信我的，我有巴掌个子作证了呢。哦，可以，不错。来人，哟，你派一个人到粉山金看来。砸看也要亮的干嘛呢？有没有下半截的魔棍砸成手来的吗？嗯，大胆问说真，你还不知罪吗？哎呀，大人呐，这一切都是假的嘞。好，请问大人，那也有两杆门里面各位有一小魔鬼拿了过来。果运不错，两棍相扶，丝毫不差。大胆问说真，师承来的谋害情妇该当何罪哟？哎呀，不得了的，我军营泡汤了的，可我那是日牛之辈啊，我不明将计就计，陷害我家小弟。启禀大人，这一切都是我家小弟派一个人找的嘞。地官厅轻易得见，一切潮州鸡毛尽在雨里，怎么却是你的小弟？你该当何罪？哪呀？啊，活下去真是啊！慢点慢点慢点，大爷不要打，不了打咯，我要找，我要找。这样是的咯，启禀大人，像我佩服以来，丈夫已被我打了十多岁，心不甘，情不愿。况且我家丈夫凭我去外做生意，整整不领不了。魏征归来，丢下我年轻青青少女，受尽了苦的，这也是逼着无奈。皇王大人饶恕我这一次，下次我再不敢了。王爷先生，贵贤，你看文寿镇这样的天这就好啊，这样的恶妇，放长沙之人，应该推出我们长沙时代。王爷先生倒是自卑之心，让你发进来倒有一点不清，应该将他头上挖个洞，免到四两柴油，方把灯朝来定天灯，捆绑牙花刀士们，让天使人知道这等恶妇的下场。好，那就请贵县作罪。人来，将魏寿镇拿下去执行。哎呀，大人你饶命，大人你饶命啊！启禀大人，你站住！来，有，全营有问，全营有问啊！万神可以拿人，放口神什么万神，你心欲横猛，外证三大，你得停止门神立地讲话。谢老爷，胆大隐又问，你嫂子教训于你，压力未分，你应该及时报官才是道理。你这么官不报，就必与嫂子同谋，光看你死者一命，活着难逃。人来，有真正四十大把，法法家政，运运跟着为本，不许愚茶好事，一概尽和。
贵县现在已经将此案审明。观看贵县在严家招风一案审得清清楚楚，明天早朝我昭明王妃给你加官免了。叩谢王爷亲身的人啊！